小考卷，随着时间一直念到现在。 Re So So Si Do Si La So La S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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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Si La So。 打开课本，望着手机，我两眼发呆，脑袋放空。关于有大海那一天，被发现那一天，进修湖那一天，我怎么没感觉？手机一直不回，无所谓放学战略。没想到战略了电脑网路断线，我完全不推荐你会等待还是离开。开学那天，我选择极乐世界，我发呆，我耍废，把课本丢在一边。有什么比玩游戏还要珍贵？成绩单发下瞬间，我真正了解与苦累。很久之前，我也是认真同学，但自从认识了郭浩恩，一切都变。若不是他，我怎么学会抽烟？我恳求上帝能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读书的那一天，天光的那一天，我怎么看不见？消失的下雨天，我好想重来一遍。没想到失去的希望我还留着，好想再问一遍，你会认得还是鬼魂？开学那天，我选择极乐世界，而现在我后悔把手机摔成碎片。好不容易我重新回到原点，选择黄明月的结果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再来一遍，我选择认上学，不张扬，不群居，上课时不打瞌睡。回家以后，背英文单词了解。